打开通知单，上头斗大的字写着动员召集令正本，民众收到的时候还吓一跳，想说自己后备军人才刚被征召不久，怎么又要被征召了？一开始就有吊着，我爱做兵啊！有啊有啊有啊！有啊仔细看，动员召集的对象是还没上国小的小朋友。原来这是一张国小的新生报到通知单，通知小朋友记得到学校报到。小朋友，我们要报到了哦。今年要上小学了啊！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啊！国小版动员召集令长得跟军方版几乎一模一样，不但有动员文号、报到时间、报到地点，甚至连阶级都有，相似度高达90%。就仿召集令的方式，让家长收到时候可以很用心的去看这一张召集令，学生现在要报到的时间。受到少子化影响，偏远国小今年新生可能只有十几个人。更令校方积极招生。我们老师呢，其实会到我们的新生的家庭去，那亲自呢跟我们的新生的家长呢做一个说明。为了让家长更有印象，校方将新生通知单设计成召集令格式，创意十足，但也让刚接到的家长以为又要回部队报到了。记者廖文斌与您报道。